敢跟我一起抓走？今仔日你无跟我一起交出来，我绝对袂表你爽。你用性命救我，我应该要感谢你才对。就算你讲你是有危险的，我嘛无法度同情你。你希望我怎做？主动去找阮爸坦白你的身份，讲你是予陈忠实利用设计，因为这是我对你最后一次的信任。若是有这个警告，我连想要逃的大学都无法度申请啊，还有啥物成就？哎，不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莫安尼啦！校长，校长。明明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，但不过自看到这个结果了后，我心不是整个给人忘记同款，只剩确定不是过去的囡仔，我的后一步是要安怎行？为什么开始？我也会派人二四点钟给你定调的。现在罗家峰又跟你定调的，我一定想办法给他倒三天才会赢。吴小雨的消息了，我有紧急的事要去处理，只要把这只老狐狸定调的，就可以找到温瑶跟安琪了。薛丹安走怎样了？怎样？你想要从啥？喂，子倩。家峰，你进来救我，我拄着。子倩没无缘无故打电话叫我救你啊，一定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